哎呀，这个，哎，这是啥呀？你们大家看看，咱小的时候吃的，嗯，加米条，加米条，多少钱呀？六块，小时候的味道，六块钱一斤啊！这小的时候能吃上它的，简直是，那真是，哎，小时候吃不着啊，家长给买点，那都老高兴了。小时候的味道啊，你看咱这卖这玩意行不行啊？差一两补十斤，我就给他这。啊，小时候的感觉啊！你看看，老师教的，拉了腿啊，拉膀子就给我扔这块就走了。看看这阵势，哈哈。哎妈呀，这老多呀，老板呢？这一会儿就没，一会儿就卖了。因为他这个，大家实际吃的是一种回忆。对，好好吃，小时候的回忆啊。那就给我来，那你看，来一斤，我就让你尝，为啥你尝？绵味吃，绵味尝，小时候的回忆啊。别人都不尝，江米条，卖不动了，都尝，好了啊。岁数大人小的时候，哎，找找小时候的感觉啊。我让你买个大的，哎，你看钱呢？闲着点没事。六块钱一斤是不是？是。来一斤，来一斤，一般价，来，这不哪根差，这玩意儿一根来一根。我跟你说，这自己就买了，自己看看。上本山讲话，哎，大哥讲，哎，上本山讲话，自己找地方了，哎，讲自己找。姜米条，老式的味道啊。老式的，小时候感觉六块六块。大姐，你不尝我不卖你，我就卖这装不装？尝了行不行？你不尝不卖了。不尝不卖。来，我给找找不卖。哪儿的？是那个山东，一色山东。啊，这是山东。那能整底儿吗？有底儿还了得了？咱尝一尝，绵味，绵味尝啊！大姐，大姐能不能尝尝？山东产这玩意儿，对，山东产这玩意儿，哪儿也不敢人那地方啊！批发价啊！咱这块不是那什么，咱这不是产那玩意儿，啊，山东产。你像产红肠的，就哈尔滨这红肠。哈尔滨红肠好吃。那你到山东也有红肠，那能一样？不好吃的就不一样。咋卖呀？六块，尝不尝？不尝不卖了，来尝吧。尝完我腰秤，给我腰一斤呢，腰啊，不尝那钱了啊，六块啊，不尝我就不乐卖了啊，尝一尝，你尝的时候就吃了啊。谁尝我就先给这腰秤。咱这老顶峰的，对，老顶峰，这都不贵，老顶峰，看我给你们尝尝。老顶峰那好吃，老顶随便吃啊，老顶峰对贵。大姐你尝尝，六块批发价了。老顶峰呢，咱们都不是说吃牛皮，老顶峰那能咋呀？价钱高着呢，对，就是牌子硬。对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看咱这玩意儿，没尝过大牌子，但是就好吃。好吃，没有甜蜜素，没有香精，没有塑料啊！就这老板说，你吃就完了。对，你吃就完了，而且还不腻啊，而且还不辣嗓子。那有的那吃点辣嗓子了。来，把这个拿走，别挑底子，给大家什么底子要求？来，有这个好的，来，把那底子给我拿走。把那底子给我拿走，来，这好的。尝一尝。六块哈，多少钱呢？在那儿？六块。六块，好了，批发价啊，尝着买。不尝就不卖了，现在谁不尝我记得不腰秤。不尝就别问了，来尝啊。不尝就别买了，不尝。今天咱就分享到这里吧，如果您喜欢蓉姐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